是口哨吗？子熙，不会，你把你的嘴唇撅起来，然后吹气，像这样吗？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，我的手心来安慰玻璃天。我爱你。叫什么名字呀？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，我来澄清一下，那不是谣言，我就是喜欢你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上了？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的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蝗虫感冒打着喷嚏。去找我刀子，哎，上那刀我刀子直播了，把人给我关了。我不太专业。没事，那一万拿给8000，我说不拿5000给。There's a girl, but I let her get away. It's all my fault, cause pride got in the way. 那我们就开始治疗，谈话治疗啊！怎么个谈话治疗啊？不打针，不吃药，坐这就是跟你唠，用谈话的方式治疗，也叫化疗。哦，还得化。猴子。不行了，最近不能再熬夜了，眼睛越来越不行了，现在打开支付宝都看不见钱了。天空好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傻站在你家楼下，抬起头数不明。如果家庭里只剩一架钢琴，我会唱歌给你听。讲真的，会不会是我被闺蜜心抢了，敷衍了太多，我怎么不难过？要你亲口说，别只剩沉默。Fuck it up. I just want to.